年级，这支课文就是用华文讲解常微分方程。这次课的题目是这样子。我们这道题我们要分成两部分做，一部分是提字方程的，要找提字方程的痛点和非提字方程的特点。如果要找提字方程的痛点，我们就先要用特征方程法。人的等于一，我们就看这里，然后正好它等于零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用乘除法。所以这样子，可是这里的话，它就是十，所以这边它就加11人的。这样之后减掉3，它就，所以就变成了这样子。我们就可以找到人的一二和三，人的一就等于一，人的二和三，我们就用求根公式。
lambda r 和三 ，lambda 二就等于。这样，然后零到三，这样。现在我们体次方程的通解找到了，这样子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找非体次方程的通解了。我就把这里擦掉。所以我们这里就零。等于什么呢？我们这里，我们就用倍角公式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用。等一下。其中一个，这样子之后，这里的话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就等于什么呢？我们这里。所以这边它就等于这样，所以就。这样子之后，它这里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找到 lambda 一、二和三。lambda 一就等于一 ，lambda 二和三，我们就用求根公式。我们这样子就能找到 lambda 二和三 ，lambda 二就等于这样，然后 lambda 三。
这样。现在我们其次方程的通解找到了。这样子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找非齐次方程的通解了。我就把这里擦掉。所以我们这里就零。等于什么呢？我们这里，我们就用倍角公式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再用。等一下。其中一个，这样子之后，这里的话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就等于什么呢？我们这里。这个就等于这样子。之后我们这里
就是。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们想验证，你们可以自己验证。我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